Yay! So! Yeah! Yeah!欣姐，咁我哋係一條女子嘅龍舟隊啦，我哋叫行龍。行呢個字咧，其實用個音啦，係教練嘅心意，希望我哋好似嗰啲冷藤嗰啲植物咁樣不斷向上。嗱，英文嗰個字咧係 tantalum， tantalum 係一種好稀有同埋好硬嘅物質嚟嘅，唔會生鏽嘅物質嚟嘅。今年咧，今年嚟講，如果疫情嘅話咧，我哋其實全年暫時都未有一個比賽係開始，所以而家我哋都暫時係練習為主。心態咧就係雖然都會有啲覺得唔開心，因為你做咁多訓練，你都係想去比賽，想攞獎啊嘛。咁但係如果冇比賽嘅時候，你更加都要操練咯。如果唔係嘅話，當一有比賽嘅時候咧，你要 pick up 翻嗰個時間係更加之長。咁以前可能女仔嚟月經嘅時候又唔俾落船啊，又唔俾掂龍頭啊咁樣。而家比較現代一啲啦，咁所以咧有好多傳統嘅禁忌咧，就唔使咁緊張咁樣咯。其實香港我哋2014年玩即係龍舟嗰時候，女仔係唔係咁多噶？而家女仔咧玩龍舟係越嚟越多，比賽情況可能係30% 女仔，70% 男仔。混合咧，其實男仔嘅體力咧同女仔真係有啲分別㗎嘛。咁你四個女仔咧，其實你要跟到男仔嗰個速度咧，都會有啲吃力嘅。不過我佢哋騰龍啊，當然冇問題。嗯，笑咗 ，sorry， 好笑我哋，好吃力。將個半隻扯翻上嚟，扯咗上嚟。快啲，離水快，二百米。另外又變上下手，加下力，加下力，有20米。我覺得呢個運動嘅特點其實係個 mindset 精神。爬緊嗰陣時候，如果有一個隊友突然之間覺得係好攰、冇信心、縮咗咧，其實就好容易傳染到全條龍。我所有嘅動作咧都要同時間進行，即係好似我哋將支杖咁樣落水啦，落完水之後拉水，跟住同時間你又要轉腰同埋又要掗腳咁樣，所以就覺得動作方面掌握上面就有啲困難咁樣咯。我覺得玩龍舟最難就係堅持咯嚇。舉例你爬夠10000丈，你先至夠熟練嘅。我覺得最難嘅時候就係當你好攰好攰，你好想放低嘅時候咧，你見到隔離嗰個仲爬緊咧，你就唔可以停咯，你要繼續爬。快唔快啊？好驚！嚟，認唔認啊？我哋十三十，唔認即刻水底見。